好，大众，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大众，我们请放掌。今天呢，在这一节课，就是说，在这个上一节的课呢，对整个这个天台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呢，我来做一个诠释。那这一节呢，包括我们下学期，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正式的入这个法缘哦。那入了这个法缘的因缘呢，那今天就来谈谈这个法缘中。哦，那在这个法缘中呢，它最主要它又是呢有一个别称叫显首宗、法界宗，在这个汉传的佛教的一个流派之一。那此宗呢，就是以《华严经》为所依，那故称为华严宗。在传统上呢，以龙氏菩萨为初祖，实际这个创始人是显首法藏，故此宗称为显首宗。那该宗发挥法界缘起为宗旨，那又有一个名称法界宗。在这个法眼里面，法眼五指，指出指中南度胜，二指云法智眼，三指显首法藏，四指清凉成观，五指归峰中密。法眼中依于法眼经而所立宗，或因于显首国师发扬广大。在这个法眼的缘起呢，在显首显首的这个本身呢能够发扬到把整个法扬的一个发扬光大，就是以这个显首国师的缘起最为流通最广，故称为显首宗。在现今通行之八十法眼的书钞为清凉国师所作，又别称一个清凉宗。在判教上呢，尊《法眼经》为最高经典，将释迦文佛的教法分为小、始、中、顿、圆五教，并从《法眼经》的思想发展出法界缘起十玄就十玄门、四法界六相圆融的学说。那发挥世事无碍的这个理论，《华严宗》他呢在盛唐时期立宗，以五宗这个会这个法难呢这个毁佛，然后就渐渐的式微下去。又因在其中这个顿教内涵类似禅宗，故以法缘中之佛又多与这个禅宗又有一些合流的因缘。在时中略说法缘经为经中之王，密于龙宫龙氏菩萨圣神通之力诵持略本，那流传在人间呢，据杜胜和尚系是文殊师利菩萨之化身，依经立观视为这个初旨，即其道。云华智眼显首法藏以至清凉成观，而纲目非常齐备而举。于是呢，四法界还有十玄门、六相、五教与经为思超之海，而华严奥义如日立中天。这是华严呢有目共睹的。那至于说《华严经》要来贯穿整个华严，那首先先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缘起。《华严经》是如来成道第二七日，在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上位菩萨而所来宣说的智内证法门这是一个内证之法门。佛陀日昧或七百年前，龙氏于龙宫中见此经有三本，有上中二本，
那这里面呢，非凡力所能够来能持，乃送为下本十万计四十八品，或者呢三十八品，流传于早期的印度民间。在唐代圣历二年（西元699年），释迦难陀他在译为本经八十卷，这个是《心华严经》。真元年间，般若三藏译之《普贤恒愿品》四十卷，在世间称为四十法眼。一用《华严经》，始为贤所大师法藏。法藏师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字眼呢，这个师是以度顺，度顺做的，他有这个五教之子观，还有法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观门。那作为禅养法眼之所教学，那受唐太宗的规定敬仰，智眼先后学习到四分律、毗昙、诚实涅盘，以读华严经作有所醒悟，乃作华严经说玄记，还有华严孔目章、种种的这个华严五十要问等，发挥十玄六相的、非常不思议的一个奥旨，奠定了华严宗成立的一个基础、任何一个宗它要成立的时候必须有它的基础，假如没有它的基础，那没有办法来成立、因为这个基础的教育还有了知建构，这是非常要具备的。那在于玄所大师呢，就是有所作这个探玄记，由心法界于圣教义分其章，在这个总判世尊一代教化为五十八教，即为五十八教呢，即华严宗之大成。在这个午后的时代，释迦难陀重新翻译华严经四万五千句，为获世人所来称为心经。清凉大师承观他所著作的华严经大疏钞，博大精微，总刮大小形象，无以无偏，大正华严中风，清凉法池中密，原为禅宗学者，改宗法眼，著有《圆人论》《禅教并重其圆觉经书抄与清凉思想》一贯、这是一贯的一个、思考。华严宗的这个经典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这是在晋朝佛陀巴陀罗所来翻译，又称为叫旧翻译的这个华严。那至于这个八十华严呢，就是在唐释迦难陀所来翻译，所以又称为新译的华严。在这个四十华严，就是唐朝、这个唐般若他所来翻译，所以又称为佛译的、后来翻译的华严。在这个三译华严之中，贤所以前均依六十法眼而来弘扬教化，中密则以依八十法眼而来弘扬教化。此外，世亲他造有《十地经论》十二卷，为华严经十地品，为世论，为本宗所依之论点。在于这个判教上呢，尊这个华严经为最高经典，并从华严经的思想发展出法界缘起、十玄门、四法界、六相圆融的这样子一切呢，这个学说，总是的一个发挥世事无碍的理论，法藏述说这个五折天佛呢所来做崇敬，然后就尝到这个华严经，从这里面呢提出了这个疑义。乃至到永隆元年，就是在这个西元680年，日照三藏来华，乃以其所进献的范本补释研译经典的脱落处，
又常参与十叉难陀，新华严经异常，著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五教章等，并判为如来一代十教所说的教典为三十。五教以华严的法界缘起，世事无碍为别教一圣。陈观大师他所来注解的这个新啊翻译的这个大经，那这个卷轴呢，这个竖版，世间称为华严书祖，旗下的宗密承袭这个禅学，那所开位的华严禅，这个就是呢教与禅一致的从此开展开始。那在这个华严中，于盛台时起立宗至五宗哦，到这个呢武昌啊，这个啊这个法难之后呢啊这个毁佛，然后渐渐式微，又因其中这个顿教内涵内释禅宗，故华严宗之后以禅宗合流，在于东晋义熙十四年间，西元418年，由佛陀跋陀罗记呢，就是这个觉贤所翻译出来本经60卷，即所谓的旧华严经，在未久以法业讲之并撰写《华严指归》2卷，是中国讲华严经的第一位。在于这个北魏永年期间，西元508至511年，这个时候呢，菩提留支还有勒那摩提与洛阳义世尊的十地经论，僧徒慧光祖述，并开立这个地论中，著有华严经述10卷，华严经略释4卷，然后立见顿圆三教为教判，而以华严为圆教。那所谓这个教判，刚好在上一节课呢，这个有一位教授他就把这里面包括天台四教也有做一个简述的一个介绍。这个判教由于这个印度佛教长时间的发展，形成里面有大圣小圣等不同的这样子的派别跟经论，形成了非常庞杂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间，由西来义僧逐渐翻译出来，中国佛教徒面对内容有别思想分歧，大小圣之经典，因而产生判教之思想的缘起。在这个小圣教为僧闻圣所说教法，这个大圣始教引导小圣转入大圣所说之教法，至于大圣宗教维持大圣终极的法门，那圆教为顿修顿悟之法门，圆教此为万法融通世事无碍之法门，是来只说圆圆满满华严经等一切的这样子的一个啊事无碍门。那这些呢，在我们实学门里面已经在讲了好几次的这个经哦，这里面都有诠释过。在思想方面，这个华严宗它主要的教理有法界缘起以及四法界，那法界缘起是华严教哦，这个华严呢，这个教法所主张的，那认为法界乃一大缘起，宇宙万法融通互为缘起，重重无尽，所以亦有称为无尽缘起。依佛教思想的发展，缘起可说有4种，分别是惑业哦，这个业呢惑感，然后的这个业感的缘起，还有呢这个阿赖耶这样子的一个缘起哦，真如缘起及法界的缘起。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缘起里面呢，这些在我们
下面会把这些各自分别起来回收、哦、那先把这个中风的这个法脉先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在这个法界的三观乃地心尊者以华严经而立，法界即所观之境，三观即能观之观、假如对这个天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藏通别眼里面，甚至呢这个止观，假如从这些都能够去了解贯穿了呢，那么相信在未来这个华严的开展应该还可以给自己做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空间。在这样子的一个真空观，未非虚妄念虑曰真，非行爱色相之空。减这个妄情呢，最主要在修行。何谓是真空之观呢？在这样子的、在前两集有这个十玄门里面的法义、有多来作为详细的解说、可以往这个十玄门里面去了解。那能够知道说空色无碍，然后呢才能够敏这个用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自解，让心境、聚拢，故名为真空、这个真空呢，空观还有这个假观、这个性空、还有这样子的种种的性起，那要非常的把它每一个、明细还有把它做一个区分，到最后你就可以从这里去做一个了解。何谓的这个周遍含容观、无所不在的这样子的周遍，无法不摄含容，所以观全事之理，观事而一一可见，全理之事随理而一一可容，一多无碍，大小相含，复摄复容，重重无尽。这个呢在天台的这个一念三千这里面呢，应该在这一个部分全部都有讲解了、所以华严无尽法界之境，故名为周遍含容观、这个周遍含容观呢以后会细讲，包括说何谓、这个真常，还有、常住，甚至呢何谓是重重无尽、这个应该在我们上节课晚上我们的这个大众、应该有听过了，在这一方面的一个释义嘛。那这个四法界呢，法界一切众生的身心本体法规，皆有性分二义，若曰是说界，即是分义，即随是分别故，若曰理来说这个界，即是性义，那知法性不能变异故，以此呢性分互相交落，成为离，成为是无碍，这样子的法界以理融事，一一融通，则成是事无碍之法界。所以说在这个事法界里面，你对理的理法界能够贯穿理法义，然后呢对事、能够、通透贯彻，那对这个理与事的法界则能够相融，到这个理事相融，从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到最后到事事无碍的融通，那么在你要升起自信的这样子的，不管在一个真空观或者呢不经一念，整个华藏世界呢朗朗如如，也都可以从这里展现。在这个四法界里面，众生的色心等法一一差别各有分歧，若名四法界、这个叫做这个四法界，因为这个色心啊，众生的这个色心、能够升起，这个以前好像是一直都重复在讲的、就是从这个受色想，还有呢眼耳鼻、这样眼耳这样子的一个身，那所来发生的这样一切之事也。在这个理法界呢，众生的色心等法虽然有差别，但同一体性，故名为理法界。在这个理事无碍之法界，就是呢理
由这个事来显，那这个事呢来理啊、哦、这个尘，那能够由事来理这个尘呢，自然理事就会互相交融，那理事互相交融，在行持中无障碍，则故名为理与事无碍之法界的一个融摄融通。事事无碍法界，则一切分起之事法称性、哦、为什么说这个法眼为性起？那天台呢，就是呢啊，为这个性具、哦、在这个称性融通，一多相继，大小复融，重重无尽。那既然能够重重无尽、哦、这个就是举一就能够呢重重接重复接然，所以这种重重无尽，到最后还要训练你自己的这样子的心行手，从有、哦、这个事，从理之道，有的这个事以理之道，到理事融通，然后贯彻融会贯通无碍，到最后呢，这种重重无尽呢，叫做事事无碍之法界。这个时候，你即一即多，一即一切，这样子的相融相摄，一切诸无碍、哦、这个就是在讲的、哦、这个再来就是六相者，那所谓的六相就是一真法界之体，而有六种名义之相，然法界体同，本无异相，有法入矣。这个法义、哦、为什么都会有讲说、啊、一个法义的一个解释释义、哦、这个法入矣义，足有六名，虽然有六，不离一体，交彻融通，一多无碍。那在这个种相里面呢，一具多为种，为一法界之体，能具多重之意，如人之身能具言、哦、也能够融摄到什么呢、啊、光是一个何为五官、啊、一个脸部就会有言耳，然后呢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鼻、哦、还有呢这样子的一个舌，一切之根融为一体、哦、那更何况说我们的身相、哦、一即为多，在别相当中呢即非一而别，就是说在离体虽然一，但是有种种差别之意，如身体虽是一个身体，然而呢在眼睛所看的，然后鼻子呢没有办法、哦，那耳朵所听的呢，这个鼻子也没办法，那舌之根各个不相同，故为别相，所以说光是一个脸的五官、哦、就眼耳鼻舌之根就各个不同，所以名为别相。那意不相为名呢，就是虽然法意亦有重重种种的差别，但同一法界缘起，如眼耳等之根虽然各不同，但是共一身、哦、所以名为同相，不相违背。为何呢？就好比说、在整个这样子的法界缘起，你能升起的不思议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生命，从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性起，然后能够遍融周遍于法界，每一个人都能够通透到这个通透融摄于融通贯会于法界的时候呢，那每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法界做出种种，都是什么不相撞，也不相违背。但是你能够借由你这样子的种种，出生到你可能会有数不尽的诸含容片的一切诸种种等，哦，这是简单的一个含蕴过去。但是呢，都是供在你这一生，哦，都从你这一个生，所以这个体，还有这个相，还有这个用，哦，这个就是呢，要自己去贯穿的。在这个意相，多意相望为意，而种种差别的意呢，虽然同一体，但各是其语，不相混乱。如眼耳等之根，各得其用。你看你的鼻子是用来什么？闻香触、哦、然后呢、啊、不管怎么样，你会从你的这个鼻子
闻，然后起诸呢啊你的这个嗅觉，各得其用。那你眼睛所看，也是各由眼来作用。所以不管你从这样子的诸根哦，但是呢不杂乱的，各自所缘用。你看你的嘴巴里面，你的舌根，你为什么吃进去的食物能了知它咸或者淡，或者啊这个叫什么美味可口，或者呢无味？其实啊就如这样子的，虽然哦相望为异呢，种种的差别，然由你这一体各是其语，不相来本烂哦，就是我们呢每一个人的体以相，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眼耳鼻之根，但是各得其用啊，每个人每个相都是各自其用哦，而不杂乱，故为一相。就如我们一个单一的一个体，那你的这个呢眼耳鼻舌，到最后呢导归了你这个事库得其用的时候呢，绝对不会跑到他人的身上去。在成相亦都缘起，合而为成，种种缘起之意，而能法界种相之体，如这个眼耳等之根，共成一身之用，故为成相哦。所以在这个，其实这些呢在我们过去都已经有很详细有来讲过了哦，就不再细讲。坏相，何谓是坏相？诸法各自本位为坏，与知法之意，各个自治本位，则种相不成。如眼耳等之根，各住各位哦，各自呢住在自己的一个啊，眼睛住眼位，耳朵住耳位，一体不成，故引坏相。哦，为什么？当你这个身体有一个健康的啊，这个四肢啊健全啊，六根啊怎么样？讲了这么多的名相，可是呢，这个在世间气世间，你有这个体，有这个相，那有朝一日这个无常呢，一呼一吸，这个再不来的时候呢，虽然你的眼耳鼻都各自自位，但是这个时候善坏坏智哦，这个坏呢不能再住了，就成空哦，所以一体不成，故引坏相哦。要知道说法住法位，然后呢你在如何在这一起的这个生命之中，如何去起行，去自己来做一个具足哦。那在这个十贤门呢啊，我们就会通过去，因为十贤门我们有另外一个十贤门在做一个讲述哦。玄就是一个庙，门就是代表能通之意，所以玄妙之门就是能通莲华藏海。所以在这个十门乃是引法真者依华严大经于圣圆顿妙义而立的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啊十贤门哦。这个从这里呢，我们这个法这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到这个广狭自在无碍门哦，到这个止伴圆满的这个第十的具德门，这些十贤门我们有另外的一个讲义，在未来我们会从十贤门已经讲到第三集，应该第四集完成了哦。在这个传承方面呢啊，这个本宗哦，这个华严立祖相承，以毗卢遮那佛为开法教主，别立实旨。那别立的实旨就是普贤、文殊、马明、龙树、世亲、杜胜、智严、法藏、成观、宗密，或杜胜以下至宗密五师称为五旨哦。所以在华严呢就会有华严哦，这个五旨，那五旨再加上马明哦菩萨跟龙氏呢则成七祖哦，这个就是一个传承了解的。宗密这个世集之后呢，在不久这个唐武宗会昌法难，这个时候就法难而起，经论被销毁到这个我们讲的殆尽无余。那知宗义时呢，在这个时候就呈现四维皆衰，
至于到宋代的时候，这个时候紫玄重新本宗，由门人进园作书而来做倡导，又有道庭、官府、会师、西敌各作五教章的这样子的一个注解，所以世称宋代四大家，元代有溥睿、元觉、本高、盘古、文采、达一巴，明代呢则有德清、古亭、李卓吾、道通、如非、祖志。在清代的这个北方，只要是宝通寺这一派，表这个呢是一个代表人物的一个通理，是清代中期有名的华严学者。另外还有续法、周克复等相继做这个章述，或呢敷衍华严经，此中续法与通理亦被认为是中心华严者。在于明初复有月霞创办华严大学，智光长行、定西、池州、了成等均就有曾经读在该院，而以长行为著。那这个长行呢，这个大师啊，他在过去我曾经到这个大陆去的时候呢，到常熟有去理他的这个这个长行大师的一个他在那边常住的一个，应该讲什么我们在讲的叫这个塔院在华严初子，杜慎大师呢在西元571至这个640年，在雍州，那雍州就是在今呢这个陕西省，在万年人俗姓杜，法号法顺，18岁一直呢因圣世的这个僧真禅师出家习禅，一生呢在禅通妙用，济世度人，时人号之为敦煌菩萨。在这个隋文帝进信以月俸而来供养这个是非常不思议的这个杜慎大师，假如有谁要来写这个法眼的这个这个论呢，其实这些祖师也都可以给你们做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下手。在专宗法眼著作这个法界观门，将法眼高深的理论融会贯通，融贯为禅定的观门，而创出了真空觉相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的法界三观，是一位融通理论实践为一体的非常不可思议、非常非常的一个大的他一生之中呢神异事迹非常多。比喻有一次他涉水而过河，河水忽然自断在这个时候要过这一条河，河水自然断开，等上过走过了这一个呢河流的时候，上岸了，这个河水又恢复如故，这样子的一个水流。所以说修行有能够修到这样子的天人贵境景仰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非常殊胜的。在唐贞观14年，西元640年，原籍于益善寺，身为朝野所敬重，唐太宗尊称他为地心尊者。最重要的这样的著作呢，有这个五教止观一卷、法界观门一卷。以上两种著作皆创立华严宗、开展华严思想的根本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其他尚有呢十门十相观，还有会之中别见颂弟子拥有智言、动意、达法师，还有韩玄智等多人，均能够是闻名于当代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师。那在法眼的二侄智言大师，
在于西元602年到这个668年，天水人，天水就是今的甘肃省，别号智相大师云华真哲，在孩童的时代非常喜欢堆石成塔、串花成盖，自己就当起法师，并叫一起在玩耍的同伴呢听做他的听众，然后为他们而说法。随后智正法师修学这个华严经，27岁做这个华严经术五卷，也就是有名的华严说玄记，成一宗之规模，能够成这样子的规模。其他的制作将近20余种，他除了注释弘法以教育徒众为职志之外，一生不求名闻，风范非常的这样子的一个高超，非常清高。在唐中这个唐高宗总元呢这个年间呢，就是在这个总章元年御之识字了，对门人而说：吾此患躯众缘无幸，今当暂往净方，往后呢就由这个莲华藏世界，汝等随我一同此至。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叫华藏生命工程，其实就是要了解到这个莲华藏的世界是自己要一一去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工程呢通透，能够到像这样子的游荒游荒，由于莲华藏世界在原籍于清禅寺，享有世间的寿龄67，视为华严中第二祖。那么弟子呢，那么也举在于这个清禅寺世寿67，为华严中第二祖。那他的弟子有法藏、怀其一香、慧想、伯成、道成法师等多人，其中呢以法藏大师为三子，为这个法眼三子。义香大师以心罗弘扬大法，彼国推为华严中的初子。在华严三子法藏大师西元643年间到712年间，康居国人，出生于长安，世称康藏国师、贤首国师、国医法师、相向大师，法藏是他的名字。贤首是武则天皇这个武则天的这个皇帝所来封赐给他的名号。大师16岁的时候，曾经在陕西法门寺阿育王舍利塔前燃烧一纸，以表示对佛教奉献的一个忠贞不二的虔诚。后来听了智严大师讲华严经，就归陀在他的门下。在总章元年西元668年，有一个印度僧自西域来至长安，此印度僧通晓经律论三藏，高宗亦敬以师为礼。当时法藏尚未出家，曾至印度僧处求受菩萨戒。众人即向印度僧说：这位青年不但能读诵华严大经，并且能理解其经之意。印度僧惊叹而言：华严于肾是知火的秘藏，此经甚难直译，何况能理解经中要义。若有人能读诵，尽行品一品，其人已具足菩萨境界，勿需再另求菩萨之戒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缘起。在西元684年，参访日照三藏于西太原寺，得入法界品，补植净义的华严缺分。法藏大师曾经协助十三难陀三藏翻译80卷华严，
并于义净大师翻译认证译、哦、他呢摄取了杜胜大师的法界、哦、这个观门五教止观等实践法门，并以华严经为骨干，融合智严大师的修行记，完成了华严教理的止知系统。所以华严宗到了大师的时期，才完成自家教以观双门的圆满架构。所以为什么说啊，这个教观双门啊，这个双门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圆满，对这一个呢自修或者一切众生若为修者，能够深通贯意，则能够在自身里面呢打开自家的一个啊，真正的完成佛果菩提的一个沙婆若。所以华严宗由于大师弘扬而极其大成，因此华严宗又称为贤首宗。法藏大师一生所来宣讲华严31遍，都弘大法于宫廷，大师对华严宗的影响，这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个景龙2年，就是西元708年间，奉宗这个宗旨，几百位法师于建福寺祈雨解旱。7日后感应道交，大雨磅礴，宗中深受感动，花心受持菩萨戒，并是这个师呢叫国一法师、哦、其实每一个人一生中要被作为尊崇，或者呢又会有别称呢，这个都可以给自己啊好好的给自己做一个打造自己能够成就的这个因缘门。在景云2年，西元711年冬，后值祈水，京城上赶，水来云迟，法藏大师有感于寺院有导天地祥和的功能，乃重请宗宗于东西两都祭祀呢今日的长安与洛阳，以及吴越清凉3、5次呢新建华严寺，收藏佛经典籍，时人敬慕，尊称他为大乘法师华严和尚。哎，这个尊称呢，真的都是来自于他的一个不思议的功德。法藏大师历经了这个唐高宗则天女法、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受五帝之敬重，礼遇有加。和尚虽为五帝门师，王臣并皆以礼而来尊重、哦、就是这一礼事。然而呢，由分少其一、哦、在这个穿的方面呢，还是这么样子的一个非常的遵守自己的一个身为一个出家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是行持门。禅悦初时，唯以戒忍自守，弘法立身为务。所以呢，所谓的出家，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那真的说不成就也很难。弟子有弘观、文超、智光、中医、慧愿、慧一等，学者如云，未能悉数列出。这个时候他的弟子就有很多、哦、在制作的方面有华严探玄记20卷，华严经师子章1卷，华严五教章4卷，华严经指归1卷、哦、这些都是、哦、华严游心法界，还有呢修这个华严奥旨望尽凡圆观1卷、哦、这一部非常好。华严经观脉意境，一件华严经、哦、这个意海百门，你看任何每一部经都非常好。那华严的经文呢，这个意纲目呢，一件华严经明华品内立三宝章2卷，华严三昧章1卷、哦、所以在著作方面你看普净一生啊，能够这样子不思议，
真的是我们要怎么去依教奉行而来随喜呢？华严经普贤观行法门与见，华严彻林，华严经问答，华严经传记，翻译净经梵语，唐译新经音译，楞伽经述，密严经述，幻网经述，法华经述，起信论述，十二门论中自义记，你看这样子是不是之多啊？三四十种之多哦。那假如我们一生中能够翻个几部，能够自己能够去树立出来，那真的是不思议，功德无量。再来就是华严世子成观大师在西元738年到839年，越州山印，浙江绍兴人，法号成观，智大修，号国清凉国师、正国大师、大统国师、华严宿哲、华严教法、姚成于法章、随本周宝林寺替禅师出家，20岁于谭一大师处求受具足戒，于常照禅师处求受菩萨比丘戒，亲近钱塘天竺寺法之法法兴法师修学华严教法。大师在于出家受具戒之后立下了十愿为自立，比方说三音一波，从来没有离开过身边，三音一波不离身是佛教的规定，表示他对佛教的戒律非常的尊重，并且延迟不犯，还有他不重视金钱与权力，皇帝请他当各个大寺院的智持，他视如尘土，则受到朝野优厚的礼遇，毫无欣然自喜。大师一生虽然没有到过他一生没有到过这个四十人的家，凡是美好的东西、可爱不错的东西，总之能染污这个身心境界的，他一概远离。出家之后呢，一生没有倒下来睡过觉，顶多是盘腿打坐，而且没有离开过念佛的念珠，心里面没有违背过佛陀的教义，每天必诵华严经，下午还要施食给恶鬼孤坟。这个就如说如何让一切十方有情登实地啊，每天施食佛子有情众啊，功德啊，功不唐捐。大师如此刻苦自立，终于成为华严宗的一代祖师，把华严宗发扬扩大起来，为中国佛教文化开出灿烂的花朵。曾参学于南山律宗及南禅、北禅三论、涅槃等当代名师，令亲近东京哦。这个字呢我在禅这个字我应该我目前呢不大敢肯定我讲的这个字是不是对哦。这个呢和尚听说华严闻获历史能复讲，那在这个呢和尚赞叹他说法界中圣全在你了哦。在唐太宗少师与不空三藏与大兴善士翻译大虚空藏菩萨总问经等，在这个论文再来这个论这个文章的论文，德宗真言十二年西元796年，少同这个般若三藏等呢共译这个呢这个乌图国这个所见的四十法眼，于真元14年2月24日来作为完成。大师于西元784年正月起撰写了80法眼的这个书，那西元787年12月完成，他完成了华严经注解之后呢，特地举行了一个华严经
注解落成法会，而这个华严经的经书落成典礼的法会，竟有1000多位高僧大德参与此盛会，乃有华严书子这样子的一个博得这样子的一个美誉啊。大师所撰的华严经书60卷，与法藏大师卷的他所撰的这个探寻记20卷，被誉为华严双璧。清凉澄观大师做过7个皇帝的老师，应该讲7朝，7个皇帝的老师，在贞元15年，就是西元799年，然后呢，一说就有11年啊。这个德宗圣诞之时呢，曾至宫中对皇子说法，皇帝听了大悦，说听大师讲华严经，心里很清凉，因此呢，受封为清凉国师。哦，这个清凉国师，他就是由这样来受封而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清凉国师的美名，受肯定。在于圣宗登位西元805年，这个少大师呢，于新唐寺为赵普光殿、华严阁、塑华藏刹废法戒会。元和5年，西元810年，宪宗问法戒义，闻法欢喜，然后呢，赐有师著金印，是征统清凉国师，号统贯天下僧侣，直管僧门之事。哦，这个称号，而且这个统领的权制呢太大了。哦，在穆宗、晋宗二帝先敬仰大师，然后赐封大赵国师之号，文中礼师受戒，事不实啊。我们在讲的这些什么哈哦，一般台语叫做什么蛤蟆哦，不实这样子的一个家风啊。这个大统国师之号，在纵观哦，这个不实这个哈利呢啊，其实还有一段故事哦。那因为时间，我们先把这一个时间点呢，把这个讲完。加封大统国师啊之后，纵观澄观大师一生宣讲华严50遍，设无遮大会15次，身历9朝，先后为7帝讲经，弟子有宗密，还有呢这个曾瑞、法印、极光等，还有其他德华者。有100余人之多，随真呢亦是有数千人。制作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经书60卷，《随书演义钞》90卷，《随文所敬》100卷，《华严法界玄境》2卷，《三圣圆融观》1卷等30多种啊，等30多种。再来就是《华严五祖》。宗密大师在于西元780年至841年间，果州，这个果州呢，就是今的四川，他是果州人，法名宗密，世称龟山大师、龟峰禅师。27岁，依止竹州，就是四川巴中大云寺道远禅师出家，数届或参访金南维宗禅师、洛阳报国寺神照禅师，在西元810年抵湘汉，遇非觉寺灵峰舍利，这个灵峰，这个阿舍利，病中授予澄观大师《华严大述》60卷，《大钞》40卷，《宗密德华》，心庆踊跃，立志寻师。在元和5年，西元810年间，入澄观大师座下，跟随澄观大师学华严。大师曾赞叹他说：“能够追随我遨游于毗卢华藏世界的人，只有你一人了，占为不可多得的英才。”继承清凉大师，终逢华严，师又学何哲宗的禅师学禅，提倡教禅一致，所以呢，到最后又增加了什么呢？又有华严禅。
教产一致影响后代非常的广大甚巨，大师毕生的贡献之一就是对圆觉经的精辟注释。讲圆觉经呢，其实也可以做单一，可以做单一的一个非常要去了解的深入跟贯穿的一部经。他以法眼为根据，对圆觉经做详尽的注解，著有《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释义钞》等诗，为历来注解圆觉经的泰斗。在太和年间，西元828年，文宗绍日内殿问知法要，因释紫袍，然后呢就是赐号为大等。会昌元年正月六日，坐化于新福塔院，世寿62岁，裴休宰相为撰碑文。唐宣宗大中元年，西元847年，追为这个定慧禅师，那弟子有归峰、温慈恩寺太公、新化寺太习、万圣寺中、瑞圣寺觉、化度寺人鱼及玄龟智慧等数千人。所以说法眼呢，早期在先盛起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思议的。制作有智华严法界观门、华严法界这个观科文、圆人论卷，还有这一个呢禅缘之全集，那这个能够有31部这样子的种种这样子的数，以这个经门论，其实穷尽一生啊，华严浩瀚。所以说不读华严不知生富贵。那进入的华严是否能够打开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毗卢自家的这个性海，然后呢步入华藏世界海中呢去游历一番，然后成就华严中经历五位杰出大师的大力推广著述著论，完成了华严中这样子艰深的思想体系，跟天台宗同为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光辉灿烂的二大这样子的一个规避。所以说你要从这个兴趣兴起呢，天台的兴趣、华严的兴起，这些呢天台四教止观，然后到这样子的华严呢，这样子的一个贯穿游心法界，其实这个只要能够去了解贯穿它，那恭喜你们，大家都能够非常成就非凡。在这个止庭方面，华严中止庭为陕西西安华严寺，此外呢杭州会阴高丽寺曾有华严第一道场之誉，又终南山智相寺、草堂寺以及五台山显通寺都为重要的华严中道场。华严中亦固然是与五台山有关，但是起初呢就是在关中与终南山。终南山位于陕西长安县西向29公里处，东起蓝田，西至这个玉县，绵横以800余里，为秦岭山脉部分，又称为终南山、太乙山、地肺山，略称为南山。山名呢，最早见于《诗》与《经》。那地境呢，这个西安数至于周吴灭法之时，长安僧侣都避难至这个此山中。如净尔法师于法难将临，率弟子40余人入终南山。于此呢，东西营造27寺，华严行者普安法师往来投于这个何法师的名下，周五灭法七隐于终南山这样子的一个庚子谷西坡。世子成观世己之后，亦奉全身这样子的一个塔呢，就是塔舍利于终南山。
至周至于到堂吃呢，至于到这个周哦，这个周末周朝的一个末呢，至于唐朝的初，与终南山高升辈出，由以这个志向寺呢为培养法眼学者的圣地哦，这个志向寺呢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哦，有机会都可以去啊参学参访。志向寺啊，这个志向寺呢为随持净渊这个创建，渊于西元5441啊，这个544到这个611年呢，一生弘扬法眼，常问随于这灵域哦，法难之际呢，因普安法师的力请，日终南山共创寺宇，名志向寺，高寺法床。德望远播，此后呢有至正仰慕，因之乎来至此寺。28年，这个隋代大业七年，西元611年四月，晋渊入籍，弟子法灵于其善贺于此地，建立舍利塔之一座。后来呢，拥有这个啊。自言自于本寺，从法林自证随法眼，为我国法眼中第二者，谥号志向大师。志向之名呢，而逐因自言而来著名于远播。隋朝六大的之一的废藏，西元522年到605年，独中法眼，一生弘扬无上。即或葬于志向寺之前。华严宗初祖杜顺因隐居于终南山，世称终南法圣，法灵于此山建龙田寺。华严开宗至今千余年，从次子杜顺、二子智延至于志向寺，可称为是华严宗的根本道场。那智光法师这个从月霞法师与弟子南亭法师创设法眼联社，设立法眼专宗学院。慧山法师啊，这个师从呢常醒、应慈等法师创立的啊，当今的士林普惠寺，在现今海云寂寞昌一大和尚法师师从与孟昌。然后法阶清音等法师于南投县现今的鹿谷创办大华严寺、哦、那这个就是呢整个华严、哦、的一个这个华严缘起中宫法脉、啊、在今天呢就利用这一节课，我们很清楚又很快速的为大众来做一个解说、啊、跟介绍。好，今天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啊，大众，我们请合掌，志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志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志归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感恩和然。